爸，爸，我见到二哥了。其实，二哥也够苦的。前些日子给人家去送货，这两天又看摊儿又卖包子的。那是他自找的。喂，哦，好，请您等一下。又是你的电话。喂，是我。他不能参加。有意见，这是考核小组决定的，谁说也不行。有意见，那就让他继续努力，争取下一期吧。好，再见。哼，你这个人呐。搞你的技术多好啊，当官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啊，别说风凉话，我已经够后悔的了。哼，哎，当官是不是一定要得罪人呢？那当然了，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。像你这种人要是在我们厂，用不了一个月就得给轰下台，求之不得。哎呀，人呐，最难得的是无所顾忌啊。一件事的对错，其实谁心里都有一本账，只不过有时候由于顾忌太多，几番折扣下来，这是与非就说不清了。哎，陶然看中你的，正是你这个有所求而又有所不求啊。哼，以后我这个厂长的电话费啊，该由你们红钢给结算啊。老陶，哦，哎呀，哎，老陶，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呢？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这是微服私访啊？哎，哪里呀，我路过这儿，到区里开会去了。哦，是想跟你讨碗水喝呀。老陶啊，怎么样，生产上有什么困难吗？困难能没有吗？再难也得干呐。那就大胆干吧。哎，说正经的吧，老头啊，这个冒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居民可又提抗议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这个报告已经打上两年了，没动静啊。市里边财政吃紧，这个你也知道。不过我想你们能够自己解决一下的。每年创立
全部上交了，连锅底都刮干了，我拿什么交？巧妇难做无米炊嘛。那就发展生产呢。啊，发展生产从根本上说是解放生产力，这就要找一套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啊。光喊是喊不出积极性的。哎，那总比过去强一点嘛。你们红钢目前没有什么大动作，市里边啊很着急，你们是大企业，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嘛。你们改革的步骤迈的大小举足轻重啊。不能一提到改革就认为向外看，其实过去我们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嘛。你说下去。还记得吗？20年前八大以后，少奇同志来红钢视察的时候对我们说，毛主席今后不当你们的家了，周总理也不当你们的家了，这个家要你们自己当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记得，记得。当时啊，还给这种提法起了个名字，叫大包干。没想到，一个包子，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。老头啊，值得研究研究啊。但愿能顺着这个思路找到一条企业改革发展的出路。叫呢，啊！歇了，歇了，歇了，歇了！顺子，干嘛呀？玩牌去！这小子抽什么风啊？还愣这干嘛呢？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出彩口都堆满了，货场也堆满了，再扎没地儿搁了。真的？不信你看去。哎哎哎，哎，这可怨不着咱了，走，玩牌去。哎，这倒合适啊！哎，歇了，歇了，走，玩你小子，哎，赶紧去吧，玩去，抽了你，来一下，嘿。说来来来，跟你出牌是吧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啊，王主任，那货场啥时候能腾出来啊？我们可急等着干活呢，哈啊！10天8天没指望了。我问了调度，咱们厂的钢材啊，短时间运不出去，是没人要吧？啊！这跟你没关系。嘿，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
没人要的东西死乞白赖干它干嘛？是不是？咱们的任务是生产，你甭管有人要没人要，指标是国家下达的，就必须得完成。那好啊，大主任，炸出来的钢对你们家去啊？就是啊。厂里已经决定，货场北边还有块空地，你们先把财清到那儿去。哎，我说清财，我说大主任干嘛？我们是轧钢工，可不是搬运工，再说也没吊车呀。就是，我说啊，我给你们弄了几辆小推车还有绳子。您说什么？人搬的？那少说有四五万吨坯子，想要我们小命怎么着？就是，这也太不靠谱了。你看你们年轻轻的啊。哎，我说我到厂里给大伙申请点补助。玩去！你谁定的计划谁搬去，拿人耍着玩呢，老子不伺候。马师傅，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哎，我说哥几个玩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都蔫了都？顺子回来呀、啊！还等他呢？没劲！你们真的不想干了？不是不想干，是不该我们干。你们班长呢？丈母娘病了，歇了。那这谁负责？各干各的活儿，谁也甭管谁。胡闹！看，离下班还有三个多小时，你们就这么坐着？您让回家也行啊。就是，等下一班也行，那可就摸黑干了。这什么话？这叫笑谁呢？哎，来来来，接着玩，接着玩。哎，该谁了？走。哎，宝贵儿，宝贵儿，宝贵儿，你倒是出牌干嘛呢？你瞧你这人磨叽什么？你妈的，这叫他妈什么事儿？天一黑这活儿就更没法干了。不干更好。哎，把水瓶给我，明儿接着玩。哎，拱住。来，让一下。什么玩意？景山，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货场看看。哎，还是党员的觉悟高哈。你小子什么意思？哎，别理他。你小子，我陪你去。你歇了吧，你。走。哎，景山，走啊。陶书记，啊，陶书记，啊，这边，陶书记。这儿再也堆不下了。火车站的情况比这还严重，运出去的钢材还要退回来的，得想想办法。这小子
嗨，不是说钢材紧缺吗？真是邪了门了。需要的是小型材呀，这么大的家伙，一般厂家是吃不动的。那为什么？哎，对对，指令性计划。嗯，整个一个乱仗啊，难怪工人有情绪。先组织科室人员干起来啊，生产不能停。怎么，你还真想干啊？怎么闲待着？我干不是个事儿啊。你以为哥几个是怕累啊？哎，就这些钢坯子，它就是再沉，好赖也是凉的，是不是？哥几个是憋着一口气，这就叫为国家做贡献？哼，他妈狗屁！你刚来这几年呢，像这种冤大头的事儿咱们干得多了。哎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咱工人怎么了？哎，咱工人就得不明不白的吃苦受累啊，是不是？这活干的是憋气，不痛快。哼，想开了也好，优越性嘛，是不是？唉，就是一个月不干活，工钱照拿。哼，操那份心呢？走，公猪去。啊？哦，你先去吧，我歇会儿。这儿凉快。那我先走了。哎。厂长已经带科室的人到货场去了，只是坯子太重了，让女同志和上了年纪的都回去。哎，陶书记，陶书记，那帮小子太混，还是我去吧。啊，你不要紧张嘛，人家没罢工，你回去吧，我随便找他们聊聊。陶书记，啊，回去吧。哎，陶书记，您。同志们，
我耽误大家几分钟啊。先声明，我不是让你们到料厂去搬钢的，尽管那儿很需要你们。再说你们已经下班了，我是来和你们聊聊天，想听听你们的苦衷啊。同时我也想向你们掏掏我的心里话。当然有事的可以先走，绝不勉强，因为这也不是你们分内的事。皇天老子说的话都可以不听吗？更何况我一个小小的党委书记啊。你们会问我和你们有什么好聊的啊？不，咱们个人都有难言之苦啊。我遇到的麻烦太多，多得头疼，多得根本解决不了，我再来找你们。你们说是聊天，是讨论，是请教，都可以。我只求大家此时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党委书记相待。实说了吧，我对红钢的现状极为不满。不是有人说过吗？十年动乱，搞垮了我们的国家，搞垮了我们的党，还有我们工人阶级队伍。对此，我很不服气。拨乱反正以后，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，我们的国家没有共产党，没有工人阶级，啊，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和明天。红钢的现状和你们的生活，咱们就不必多说了。你们班上的李景和举动极端了些，目光呢短浅一些，但他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，你们说是吗？啊，当然沉默也是一种回答呀。目前红钢的困境是众所周知的，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生产，解放生产力。但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。我现在要你们给我一个答案，如果把你们的切身利益和红钢的生产结合起来，保持同步增长，那你们的干劲会不会比现在大一些？你们的聪明才智发挥的会不会比现在更好一些？按劳分配喊了几十年了，把人都喊灰了心。我现在坦率地告诉大家，公司单位正在酝酿一个改革承包方案，它的先决条件就是确保多劳多得，按劳分配。
它能否成功，关键取决于你们，取决于红钢12万职工能不能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。同志们，我非常珍惜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我将尽最大努力使这种人力物力的浪费成为红钢历史上最后一次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。大家可以到轧钢厂的料厂去看一看。现在公司正在酝酿的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力争让那些不明不白憋气的事成为红钢历史上的最后一次。今天我们再一次讨论红钢的改革方案，大家有什么意见谈谈吧。哎呀，是要好谈的，要真正的什么意见。这个改革是这个是大事，要认真谈的。陶书记，贺副市长来了，他在办公室等您呢，请您去一下。哎呀，老贺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是一下火车就直奔你这儿来了。哎，火烧眉毛了。怎么？你先看看这个吧。请进。好好。坐。哎。你先说吧。好好。我到上海参加了全国的工交会议，带回来两个使命。一季度啊，重工业产品超产太多了，这样能源、交通、原材料的供应就非常的困难。而轻工业发展呢，又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为此就必须立即削减重工业产品的产量。具体到你们红钢呢，削减的指标9%，减产比增产容易啊。
没错，你说的很对。那也未必啊。削减9%，这是硬指标。要增加1吨钢，那是要受罚的。什么？增产？没问题。你继续说。这个使命听起来很容易呀、啊，可是我带回来的第二个使命，就是我们洪山市财政要求你们洪钢必须超计划完成1000万。去年你们洪钢上交了2.14亿，市府要求你们今年必须要完成2.7亿。能减产保收，与去年持平就不错了，减产还要增收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嘛。老陶，你表个态嘛。我们刚才因产销不对路，已经造成了积压。照这样下去，即使不减产，今年也到不了2.7亿呀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你们上报的承包方案。我回来之前呢，跟市里、省里都通了电话。如果你们把这个2.7亿作为承包的基数，市里准备批这个方案，报杆2.7亿，超包全流，亏损自负，怎么样？这能是老套，下决心吧。市府等着我汇报呢。任务太重了，我们再考虑一下吧。啊，常委们还等着我呢。贺副市长带回了两大使命，这是国家具体的调配和急需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一个国家的重点企业，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。至于有没有把握，大话不能瞎吹，这个会也定不了。不过既然我们相信承包能够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，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？那就借这个机会检验他一下。根据我的体会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旦调动激发起来，其威力将是无法估量的。